可以自动拧水的三角拖把已见过，真的太方便了。家里的吊顶、瓷砖，凡是用手够不着的地方，都可以用它擦得干净，还不留水印。三角头的设计可以照顾到每一个角落，关键不脏手也不脏手，清洁布用水一冲一挤就可以了。平时还能用来拖地，真的实用又方便。三角拖把都设计成可以自动拧水的，这也太方便了。家里的棚顶、瓷砖，凡是用手够不着的地方，都可以用它擦，擦得干净还不留水印。三角头的设计照顾到每一个角落，关键是全程都不会脏到手，清洁布用水一冲一挤就可以了。